大家都已经睡了，舰长请保持安静。普罗尼亚一定会找到你的，希尔。和舰长在一起的时间，普罗尼亚很开心。普罗尼亚一定不会辜负瓦尔特的意志。普罗尼亚姐姐，普罗尼亚还在工作，希尔。可是希尔想一直和姐姐待在一起。Thank you.
技能解禁。在找我吗？别着急，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诸君，请随我出战。请随我出战。荣耀的捍卫者，我会全力去面对每一场战斗。电闪雷鸣之刻，
伺机而动。时间到了。我已决定面对自己的命运。让雷鸣抵挡所有的罪孽。
我带队，你认真的。草草可是最，哎，可以，哼，罐罐头，你该减肥了。去去去，罐头。一，二，可以，哼，哼，可以，没错，可以，上罐头。小心，天上要掉猫了。奖金吗？金牌也行。是一场胜利，你一定也看见了吧？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以此烈火斩无不动。审判的时刻到了，预备，点火。我的温度，烈焰焚尽。审判的时刻到了。我会烧尽这片黑夜，让光芒照向远方。
pair of jeans, a shirt or two. We didn't pack as if we weren't going back.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true. I've got a feeling love will give us what we lack. The world is waiting up. The world is waiting half a step beyond our door. And if it's not enough, I wanna see the stuff the world has got in store. I wanna take it all in, I'm falling. The cityscape by night, wanna catch in my photos. Where you go, every corner twice as bright. There'll be my treasures forever. When I can't hold you tight, I'll see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 Feels a year away, like the second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But if in time it's yesterday, your picture's gonna bring it home to me again. Sigma time, the world is waiting up. The world is waiting half a step beyond our door. And if it's not enough, see the stuff the world has got in store. I wanna take it all in, I'm falling. The cityscape by night, wanna catch in my photos. Where you go, every corner twice as bright. There'll be my treasures forever. When I can't hold you tight, I'll see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 the Stockholm lights. Thank you.
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写生呢？
越反
满场时间。你想逃？返回灰烬，请你见证，这就是我的决意。Ronya, 抵达战场。Head first, Nine. 呀呀！目标锁定，发呀！再次发，感受剑心之道。接下来，三尺之水，堪可结云。突破战场，发呀！发呀！我死
战术。以养利剑，形随意动，就不值得你收到。Switch engine drive, shift up, 1, 2, 3。可劫云，突破战场。可劫云，这不值得你收到。重装小兔 ，Rider。可劫云，就不值得你收到。这场战斗是布罗尼亚的胜利。
凝聚。也反常时间。血环式。请你见证，这就是我的决意。那什么，远一点，抓到你了，来了，呀，几道小光，朝明，月星光闪亮，阴阳的乐章，演出要开始了。我会亲手 happy 我们的幸福。伤害那些人，给部长。小光，朝明，我重分舞台，随歌起舞吧。这便是你的安魂之曲。血环穴。以红月为誓，此生永不分离。闪耀血环穴，月亮变红了，工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了。
the sunshine brings the light. Fill me out with a flame. I will let you in this game. Yeah.
在找我吗？演出要开始了。叶小鹏，不可饶恕，请你见证，这就是我的决意。可以做到任何事，你要好好看着我吗？
不知道你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希尔，姐姐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弗罗尼亚不会忘记的。
别怕，露卡妹妹，没事喽。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你的玩笑只会让我更加紧张啊。我没有开玩笑，在危机中照顾妹妹是身为姐姐的责任。在临危不乱这一点上，陆可你的确需要再多多修行。好吧，谢谢你格雷兄，我会努力保持镇定的，但请你们不要再说了。不用谢，陆可妹妹，不过不用过于害怕，巫理书上说了，光炎直线传播。格雷兄能教我知识，我很高兴，但现在似乎并不是一个上课的好时机。你看，那些巡逻队使用的是激光扫描技术，我们躲在这个位置，正好是他们无法扫描到的区域。所以陆可妹妹请放心，我们现在很安全。哦，原来如此。只要躲在一个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岂不是就高枕无忧？找到了，他们在桥下，快！啊！为什么被发现了？我忘说了，虽然光是沿直线传播，但声音不是。刚才陆可你的声音太大了。快，把他们包围起来！
是谁？没时间解释了，先和我走。你们放心吧，他们暂时找不到这里，可以先休息一下。你是谁？为什么和陆可长得一模一样？啊，刚才情况紧急，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是莉亚。至于为什么和你的伙伴长得一样，可能只是巧合吧。我们这种物种长得像也很正常吧。的确，村子里有很多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不过，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你们是反抗军吧？请你们救救大克星。你为什么知道我们是反抗军？因为你举着曾经的反抗者亚达大师。亚达大师真的很出名呢。既然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我放下来？喂，你说让我们救救达克星是什么意思？曾经达克星也是一片祥和的土地，大家在迪文大人的领导下过着安宁的生活。可是自从迪文大人接收到了一条星空的来信，一切都不一样了。星空的来信，
来信中声称他们是宇宙中的高等文明，愿意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我们文明的发展。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来信者是星空中的狩猎者。当我们回信之后，那些家伙马上来到了达克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那条消息是引诱你们回信，从而获得星球坐标的陷阱。我好像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还好来的是格雷修。蒂温大人想要去反抗他们，却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我们星球的坐标已经暴露在他们的视线中，无论驱逐多少次，他们依旧会卷土重来。没想到这里也遭受过入侵，但为什么现在这里也在生产机器入侵其他星球？我不知道，只是某一天，迪文大人在敌方的残骸中收获了一副如同星星碎片一般的铠甲。他发现上面记载了许多深奥的技术，靠着那些技术，他开始全力生产用于战争的机器，保卫达克星。从此以后，那些入侵者好像真的被击退了，但是我发现那些被制造出的战争机器居然变成了入侵其他星球的武器。可恶，拥有了力量之后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我们这些无辜者吗？从星空中获得了知识与技术，难怪这里的科技水平发达得有些不正常。可是，这听起来像是那位迪文自己选择的结果，为什么要我们救救他？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迪文大人的本意，一定是那副铠甲对他做了什么。自从得到那副铠甲，迪文大人就像入了魔。我偷偷看到过，在四下无人之时，他会对着那副铠甲说话。我想，他一定是被那副铠甲支配了。能对话的铠甲，带来科技的星星。听起来好奇怪，格雷修，你有什么头绪吗？我不能确定，但听起来那副铠甲像是一种通讯工具，但仅凭描述来判断太武断了，我们最好还是去找到那位迪文。只是我们能信任你吗，莉亚？我没法证明自己，但为表诚意，我会协助你们。你们想要去开启接驳港吧？我可以带你们去。啊，包括达克星的地图，我都可以提供给你们。既然我们的目的暂且一致，不如先信任我。Thank you.
现在最好的方法好像也是这样了。好，那请你带我们去接驳港吧。
Thank you.
叫他 Bray。到达目的地，好，去看看吧。来吧，金锅凝聚。接招，任务全部完成，啊，开始赶稿吧。
到达目的地。好，去看看吧，集中精神，星光凝聚。任务全部完成，啊，开始赶稿吧。到达目的地，前面会有什么呢？来吧，星光凝聚。
个，想和我一起去逛街吗？跨越无垠的时空，星光终于与我们相遇。总有一天，我们会抵达星海的彼岸。今日任务已完成，布罗尼亚建议舰长按时下班。希尔还在那个地方，等着布罗尼亚。量子之海很危险，但布罗尼亚绝不会退缩。嗯，漂浮着的姐姐都比希尔高了。希尔也长大了。